家，又是我 Jenny Space 的 Jenny。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做的居家锻炼呢，也是跟 Scalp 课程的元素雷同。那你会需要一颗瑜伽砖，还有呢，刚好有哑铃在家的话，你可以拿哑铃一起加入我们。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 Scalp Yoga 这个课程融合了很多不一样的元素，最主要是希望锻炼我们身体的脑神经跟肌肉运动单位的连结。如果你没有重量的话，只要专注在大肌群的控制以及运用上面，一样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如果你想拿的重量跟我们一起的话，刚好有两磅的哑铃是比较轻的，2公斤等于4.4磅哦，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今天的训练。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双脚张开与臀同宽，你会是站在垫子的前方，吸气，双手往上，站姿三式延伸，吐气，前弯，分节下来，吸气延长，吐气，手接重量，右脚左脚往后，你可以从吸气平板做预备，吐气，膝盖点，手肘弯，身体降低，下一个吸气，脚背贴平，腹部收，胸口抬，眼镜蛇，吐气，身体放下，先勾脚趾，吸气预备肚子有力，吐气反推，再抬屁股，抬膝盖到下潜，下个吸气右脚抬，膝盖弯，吐气往前，吸气延长背，吐气后弯前直，往前跨，吸气延长，吐气再前弯，下个吸气脚跟踩，人往上延长站起来，吐气手回胸口，下一个吸气站姿三次，第二遍，吐气前弯，这一次可以顺一点下来，吸气呼吸延长，感觉身体多一点，吐气重量接好，左脚右脚往后，吸气预备顶板稳住，吐气膝盖点，手肘弯下降，这一次你可以吸气直接到眼镜蛇，吐气勾脚趾反推到下潜，下个吸气左脚抬，左膝弯，吐气左脚往前踩稳，吸气背延长，吐气后弯前直起跑，往前跨，吸气平背，吐气前弯，下个吸气站直往上，吐气手合掌，现在要让双脚并拢，我们从吸气座椅出发，吐气前弯，吸气平背，吐气脚往后，你可以膝盖点地，手肘弯，吸气直接到后弯换脚背，吐气到下拳，下个吸气右脚抬，右膝弯，吐气右脚往前踩稳，吸气弓箭的勇士，吐气手合掌，后脚踩横，吸气眼睛看右边，前掌翻转，吐气反向，吸气回来，下一个吐气再回到勇士弓箭，身体往下，手贴地板，前脚往后，吸气平板，吐气往下，吸气到后弯，吐气再到下拳，下个吸气左脚抬，左膝弯，吐气左脚抬稳往前跨，吸气弓箭勇士，吐气合掌后脚踩，吸气勇士，下个吸气翻转前掌，吐气反向，吸气回来，吐气后脚踝起来，身体往前，身体放下，前脚退，最后一个串联，吐气下，吸气后弯，吐气直接到下拳，下个吸气踮脚屈膝，我们膝盖直接放在地上，音乐换了你就知道现在做的事情不一样，拿到你的砖块对在胸线下方做 push up 的设定，双手打开比你的肩膀略宽，胸口稳定以后啊，脖子不要抬起来看我，视线看地上，腹部收好，
膝盖往后，身体的支撑少，胸肌启动，吸气弯手肘，吐气推上来，吸气两拍往下，吐气推上，它是下去弯多，吐气上来，集中在胸肌的拉长跟胸肌收短，手肘往外或斜后一点点，不要让你的右手和肩膀耸起来靠近耳朵，吸气下，吐气上，还在做慢的push up，你有跟上吗？再做三个就好，下下上上，吸气往下吐气，夹胸再推最后一下，停住，接下来啊，来一点变化，快的，吸和吐，吸和吐，吸和吐，再做四下，还有 four three two one。接下来的挑战呢，你可以把膝盖抬起来，想要来点挑战，或是男同学就停在这里，女同学膝盖在地觉得太简单，膝盖抬起来觉得太难，抬起一只脚，脚跟勾起来，屁股出力，腿不要翻转，腿在空中，大家一起两拍往下，两拍往上的 push up， let's go， down down and up up， 胸线还对在砖块，胸口不要休息，在砖块上下下上上，最后一个慢的，我们做快的，下和上 ，Let's go， 下和上，吸和吐，下和上，再做四下就好，吸和吐，吸和吐，来，最后一下换脚换边慢的，下下上上下。下下下去是吸气，下来是吐气，身体不要往后退，来快的八下，下和上，下和上，吸和吐，再做四下，下和上，下和上，再两下，来膝盖抬起来，下和上，下和上，哎，男同学，你去做这个好吗？啊，对不起，我叫了。最后几个 ，Oh yeah！ 大家，现在我们要来到塔巴塔的心肺训练，20秒工作，10秒休息。我有帮你计时，你不用担心。10秒之后呢，我们开始第一个动作，也当做暖身，原地跑步就好。你可以轻松一点，像踏步一样倒数，5、4、3、2、1 ，Go！ 第一组的20秒啊，你可以像跳绳一样轻松的走，或是你可以高抬膝，摆动大手背。你也可以听到现在音乐节奏不是特别快，让你不要太紧绷。我们顺顺的把这8组做完就好，休息10秒啊。第一组的休息啊，你可以还是原地踏步。现在啊，你要不要看到我？来到垫子横的地方，我们要做开合跳 ，Go！ 往外跳的时候，膝盖要微弯，脚跟微微颠，手往上抬，心跳会上升的比较快。保持呼吸，吐气，还有5秒。休息10秒，踏步。接下来你要面向我，我们要来做波比跳，来到垫子的前方，开始往下，手贴地，右脚往后，左脚往后，右脚左脚踏回站起来。波比的分解你可以都用走的，心情很好，用跳的，或是走快一点，看你。20秒，工作，保持呼吸定速，不要暴冲。也不要突然休息，现在就是休息的时候啊。现在啊，你推到垫子的后面，站稳，只有手往前出发。往后退的时候，膝盖微弯，肚子有力，人站起来，手举高，往前爬，像一个溜溜球一样，射出去，肚子有力，身体有力，就回来。最后一次，回来以后是休息的时间，10秒。
刚刚四个动作再重复做一轮，跑步的环节，三二一 ，Go。你还好吗？我很好，你呢？在家运动，在家工作，我陪你。最后三秒，休息十秒，保持踏步。第二个动作，打横、开合、跳动。膝盖要微弯，出去跟回来的时候都一样，保持呼吸，肚子要收紧，不要放掉。最后五秒，休息十秒，还记得吗？波比跳 ，Yes， 来到垫子的前方，好了，出发 ，Go， 用走的，走快一点，或是用跳的。保持定速，屁股不要翘太高，肚子出力稳定，休息十秒，来到垫子的后方，最后一组动作，保持稳定，手爬，出发，大家手不要撑得太用力，肚子保持稳定，重量不要压在手上，所以你的手啊，可以比肩膀略微往前。完成了十秒的休息，我戴着口罩，你没有，但是啊，心跳有上升，身体热热的，维持流汗，就是我们今天的塔巴塔心肺训练。接着下一首来做拿哑铃的训练，深蹲 squat。双脚打开，比臀部略宽，臀部的外侧对到脚的中间，腹部微收，吸气往下，吐气站，留意一下你的脚，不要内转，不要外转，往下蹲的时候腹部稳定，身体往后退，是从臀部往后推，然后身体站起来，吸气下下和上上，重心呢分配在脚底，但是专注力集中在腿后侧，站起来也一样，最后一次慢的做完，我们加快速度，一下一下，吸和住，下和上，你手扶在骨盆也可以，往前在胸口保持稳定，刚刚觉得很过瘾的同学，你可以拿着哑铃做下一段，来跟我来，停，拿起哑铃啊，回到刚刚的动作，下去是慢，上来是慢，下去吸，上来是吐，也是慢慢下，慢慢上，拿了哑铃的重量，肩膀不要耸，用身体去推，下去是吸，上来是吐，慢慢的保持稳定，再做一次慢的，然后我们就要做快的，来，一下一上，下和上，吸和吐，臀部往后，膝盖不往内不往外，注意看，尤其啊你平常容易外八或是啊肩膀容易不稳定的人，特别可以蹲慢一点，最后三下，最后一下做完，你可以做三下以上，慢的下，下，下，下和上，吸气往下，吐气上，吸气下，吐气上，慢慢的，三，二，一 ，A 了，吸气下，吐气上，现在。一上一下，吐和吸，反过来上和下，吐和吸，上和下，脚推，肚子用力，屁股夹，
上合下，停在往上，很好，轻轻的放开哑铃，并拢双脚，来到垫子的前方。这一首歌开始，吸气延伸往上拜日式，吐气前弯，吸气延长，吐气往下，脚往后，手肘弯，吸气到后弯，吐气到下拳，吸气抬脚，右边抬脚，吐气右脚往前，拿起哑铃，吸气身体起来45度，再的划船，吐气拉，合吸，吐气拉，合吸，吐，合吸，吐，合吸，再来两下，吐，合吸，吐，合吸，吸气蹲弓箭，后脚膝盖蹲，吸气推高，吐气回，大家吐气放下，前脚往后，吸气平板，吐气站，吸气后弯，吐气到下拳，换脚换边，吸气抬起，弯左脚，吐气左脚往前踩，拿起哑铃，吸气人上来，吐气哑铃放横在前面，哑铃互碰，吸气预备，觉得已经比较累的人后脚可以收一点，肚子用力，肩膀放松，吐气拉宽，宽划船，吐气拉宽，吸气进来，吐，合吸，吐，合吸，再做四下，吐，合吸，吐气打开，手肘弯，肩胛的内侧，背的两侧，吸气的肌肉，最后两下，最后一下，吸气收手，弯脚跟蹲，手推，后脚膝盖弯多，吸气，吐，放下哑铃，手贴地，前脚往后从平板，吸气预备，吐气下降，吸气到后弯，吐气到下旋，下个吸气踮脚往前走，吸气延长背，吐气前弯，下个吸气站直往上，吐气手回胸口，再回到身体两侧，直接来到下一首歌呢，把你的双脚打开，比臀部宽，所以你现在往下站下去的位置，像是我哑铃摆的这个空间，你的脚往外啊，可以两个脚掌这么宽，然后呢，脚趾微微朝外，臀部稳住，往下蹲是吸气，吐气推高，臀部稳定，下去吸气，上来吐气推，下去吸气，吐气停留，上和下，小小的 pose。大家在这里啊，你不用蹲太低，留意一下腹部，保持用力，让你的尾骨跟耻骨是往下指，不要往后翘起来。侧面看的时候啊，不要变成翘屁股挺胸就可以了，大腿跟臀部的感觉会要多一点点。再来，再四下就好，最后两下，吸气脚跟往外，手推，吐气收回，大家哑铃放回身体前方，脚趾还在外转，膝盖朝外，往下蹲着。这一次啊，我们要做前平举，腹部梳理，吐气双手平举，吐气抬，吐合吸，吐合吸，持续做这组动作的时候，你留意一下
不用蹲得太低。现在新变化，手掌外转，手放宽一点，吐气抬的时候，手不用高于胸口太多，你会用到身体前侧，还有三头肌，还有三角肌前束，三角肌前束不是三头肌。最后两下，吸气，脚跟往外，手往上，呼气，脚跟往内，往下蹲。再做两次，吸气推，呼气往下，最后吸气上，呼气下，就在这里，推起脚，脚内外内外往内收。嗨，大家，刚刚呢已经带大家做了一个将近20分钟的锻炼，那我们可以现在轻轻放下你的哑铃。在家里面运动跟在教室不太一样，我们只能把握这短短的时间。那这堂课呢，原本的设计呢，在教室里是希望大家也有一个可以让神经还有肌肉慢慢缓和下来的一个过程，所以通常我们会做一些些扭转放松还有呼吸的引导。那在家里的时间有限，还有一段影片呢，想要把握最精华的部分教给大家。今天君妮带大家的练习到这里，可是非常鼓励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去 Space YouTube Channel 找找其他瑜伽老师，带领你做一些比较神经放松、瑜伽呼吸的训练，还有肌肉的活化跟伸展，会让你刚刚做的锻炼啊，跟这两者加在一起，在你身上得到一个平衡最佳的效果。那期待再跟大家于教室里面相见，祝福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我们下次见。